别分享。选择 Data Convert 这个 APP， 点 Basic 后点 OK， 点上面调整画面后点存档。这时手机相册显示是360度照片，再点分享，选择要分享到 @info_line， 再@5B 写上贴文，调整开始画面，然后点发布，大功告成。记得给阿北点赞订阅，我需要1000订阅数才能在 YouTube 直播。